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您现在收看的是勾斗技主冠军杯 S5 春季赛八进四赛段一组的比赛直播。两支战队即将开启的是第一局的第一副牌，我们看向的是 B 桌视角，另外一桌首家三分超满，看一下绝开，同样同方位同分值。30K 啊，补得相当好了。如果对尖没在一家的话，就可以出单扣大王了。但是这个牌外面有对尖还得让一手啊。开牌只能打对子回对 K 啊。好，由于对尖层了，这牌就相对要稍微得慢打两手。好，三代不失控啊，拆尖的话单双三都能控啊。哎呀，天才又先起对子，这个对子打的有点东西啊，没先出三四五。现在上对二的话是没炸赢，还是想防防炸啊。是的，好。连对吃掉，再开单回尖看看小王下不下。哎呦，这牌如果天才老天才要能再打出对圈可硬了。对圈好像爆单钩好像也不行吧？应该可以，上家没单了，最后爆小王。哦，还真是。但是，单手对圈是，抱小王地主好像真输了是吧？是的，但是对圈绝开要下对二的话直接冲锋还是能赢，他断四断五啊，断两张牌，下家对圈的概率和对 K 的概率都挺高。小王一下，但是这对七也打不出去啊，下家出的三四五啊，下家空卖的对十，所以他这个对子一定是大于对十的。对，肯定不是对六，对吧？出的三四五连对嘛，所以这对子肯定比对七大啊。就一个对圈，一个对 K， 各种可能性。好，一见圈直接拿下。如果天才不拆圈，我相信地主最后也是蹲对二。对，蹲对二和拆七区别不大。对对，你拆七也一样，最后你爆一人上家有炸，你也是输。对，